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十九课，就是 Lesson 19, The Stuff of Dreams, 话说梦的本质。咱们像往常一样，先打开书，看一看生词短语，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好，动作快些，111页，打开书111页。好， read after me, 跟我念。Speculation, speculation, literally,literally, odd, odd, tissue, tissue, plausible, plausible, hypothesis, hypothesis, electroencephalograph, 这个不好读，再来一遍， electroencephalograph, 再来一遍， electroencephalograph,Electrode, electrode, scalp, scalp, psychiatrist, psychiatrist, punctuate, punctuate, jerky, jerky, disorder, disorder, implication, implication,好，这是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那么，按照惯例，咱们先来看看这课书的一些重点词汇。第一个重点词，就咱们先看一看这个复习啊，14课知识的复习，还有新知识，就是推测或者表示做投机买卖那个投机。大声再读起来 ，speculation, speculation, 表示对某事的推测或者做投机买卖，这个两个意思都行。啊，咱们看第一个意思，表示推测。表示推测的时候，猜测这个含义在14课讲过，它有些同义词可以替换。比如这几个都可以表示推测、猜测或瞎猜。啊，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peculation, conjecture, conjecture。后面这个词连写分写都对，大声来一遍 ：guesswork, guesswork。这是表示推测或者猜测。那咱们看一些例子，在例子里面顺便连搭配给同时记住。你比如说看那例句 She dismissed the newspaper reports as pure speculation 这个涉及到了咱们以前说过的一个搭配 Dismiss A as B 就是把 A 当作是什么什么东西而不屑一顾不当回事就是他呢把这些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呢当作是纯粹的猜测而根本不屑一顾根本就不当回事这个 pure speculation 表示纯粹是猜测看到这个词不可数名词那再比如说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al of speculation about what will happen after the elections. 这里有大量的猜测。咱们翻译成中文呢，咱们用人称主语，但它不能用猜测当主语嘛。就很多人都在猜测这个在大选之后将发生什么事。对于什么的猜测 ,speculation, 我们加介词 about。很多人猜测我们用的是有很多的猜测。依然是不可数名词。这是表示推测和猜测。这个词表示投机也行。在房地产开发方面投资，某方面投资后面介词加 in， 而关于什么猜测后面加 about， 把这介词区分开就好了。那它的动词形式大家复习在第十四课见过。那么就是我们大声先读起来 ，speculate，speculate， 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还是猜测。比如说，我们看顺便看搭配那。I can only speculate on the reasons for his sudden resignation. 我们只能猜测一下他为什么突然间要辞职。猜测某个东西，注意后面介词 speculate 加介词 on， 我们根据例句把搭配同时记住。记单词不如记搭配，不记搭配的话这单词就死了，记住搭配就活了，会用了，对吧？表示猜测。第二个意思呢，表示投机，也是它翻译一样，再来一遍 speculate， 做投机买卖。但后面介词变了，在某方面投资，介词跟刚才名词一样加 in。He speculated in stocks， 他在股票方面投资，在某方面投资后面加介词 in 就好了。它的形容词形式也是在14课见过。猜测的或者是投机的，我们大声读起来 ，speculative，speculative， 猜测的、推测的或者是投机的，两个意思都行，继承了刚才动词和名词的意思。比如说。
His conclusions are purely speculative. 他的这个结论纯粹是猜测。刚才名词是用 speculation 是用形容词 purely 修饰，现在形容词呢用副词 purely 修饰，意思类似。他的结论纯粹是猜的，就根本不可靠，纯粹是推测。咱们再看看我们14课的句子复习，82页的课文第一行，82页课文第一行。Beyond two or three days, the world's best weather forecasts are speculative. 超过了两天或三天之后呢，世界上最好的天气报都基本是推测，是猜测了，就没有依据了。Speculative 表示投机的，也叫。再看例句 ，speculative investment 表示投机性的投资，这个投机就是看涨是跌呀、啊，涨就卖掉，跌就把它抛出，这种叫投机性的投资，可以用它。这个我们温故知新啊，不能光复习。我们看到这里边拼写都有一个 SPEC， 这是个重要词根。SPEC 或者 SPCT 有没有 T 都行，有的时候可以写成 SPI 或 SPIC， 出现这个搭配，这个拼写啊，出现这个几个字母连写，一般都是表示 to see 或者是 to look， 表示看这个意思。咱们看几个常见的例子，像刚才推测或者是投机，得看呢，用眼睛看未来是涨还是跌呢？用眼睛去看一看未来是涨是跌，跟看相关。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speculate， 名词 speculation， 形容词 speculative， 推测或者投机都得用眼睛看。还有呢，我们看这个叫检查，检查员，还有这个检查视察的名词，我们先读动词 inspect， 这个表示检查或者视察。为什么呢？ in 表示里边，往里边看一看，你打个盖我检查一下，打个我看里边有什么非法的东西，要看看里边，这不是检查吗？检查员，我们再读一下 inspector， 检查或者视察这个行为，读名词 inspection， 往里看。来，再变一下这个呢， su 或者 sub 可以表示 sub， 在下面看一看下面，这是怀疑的意思。为什么？你上面是没事，你底下是不是藏东西了？我看看底下是不是有东西啊，怀疑，对，往底下看。我们再读一下 suspect， suspect 它的形容词形式怀疑的、可疑的都可以用它，大声了没？ suspicious， suspicious 这是换成 SPIC 这个搭配。来，还有呢，它的名词怀疑，大声读一下 suspicion， suspicion 怀疑。还有呢，我们看这组词，这个词呢叫做希望或者盼望。为什么这往外看呢？往门外边看看，怎么哎呀还不回来呢？这人怎么还不往外看，是希望或者盼望。我们读一下 expect， 再读期望这个名词 expectation， 再读一下预期这个名词 expectancy， 这两个不一样。 expectation 希望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 his expectations 他的那些希望，但预期 expectancy 一定是不可数名词。人口预期寿命直接可以用 life expectancy， 都是往外看，预期啊，预料盼望啊，往外看，对吧？再看这个词呢 spec 还是看， RE 表示 again and again， 一再的看，看了又看，是不是尊敬啊？这个哎呦好了不起哟，我好崇拜他哟，一再的在看他。再读一下动词 respect， 形容词可以表示可敬的，值得尊敬的， respectable， respectable 可敬的，体面的，值得尊敬的。这个词是毕恭毕敬的，尊敬的，恭敬的，毕恭毕敬的，respectful， 一再的看。那还有呢，这个词是个动词，叫做反省，反省。为什么 intro 可以表示inward 的，向内部，内部看一看自己今天做了什么缺德事啊，反省，重音在后面，这是动词，但是呢 introspect。 那么跟它类似的另外一个词，但注意这个词是名词，叫做这个回首往事，往回看，回顾，回首，回首往事。注意名词重音在前面，大声读下 retrospect， retrospect。 这个 retro 这个词头可以表示 turn back， 扭回去，扭回去往身后看，回首往事。常见搭配呢，经常在前面加介词 in retrospect， 叫回首往事，怎么样，做介词等于做状语了。后面这个词呢叫角度，视角，我们大声来读下 perspective， 看待问题的角度，视角，或者表示绘画里的透视法。什么叫透视法呢？在这个角度看这个高那个矮，在这个角度看这个高这个矮，近大远小的透视法。
这个 spec 表示看 per 表示穿透的意思，刚好透视嘛，看透了，这边大那边小，我能看穿了，看透了，视角角度透视法。还有呢，我们这是形容词，叫谨慎的，我们大声读一下 circumspect， 它的名词谨慎在里面 circumspection， SPECT 表示看，前面的 circum 表示 circle 一个圈啊。那么办事以前周围先看一圈，哎，是不是埋伏什么，旁边有埋伏吧，周围先看一圈，谨慎的名词 circumspection 就好了，对吧。还有呢，你看这个词表示情景，尤其一个壮观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情景，我们读一下 spectacle， 情景是看的，跟看相关。如果这次用复数 spectacles 就是 glasses 眼镜的意思，对吧。还有壮观的这个形容词也是跟看相关，大声了没？ spectacular， 哎，后面这个词叫似是而非的，看上去对但其实是错的，还是跟看相关，看上去对但本身是错的，是个贬义词，我们大声了没？Specious， 哎，似是而非的，这是一个形容词，对。这是把几个这个跟它相关的，还有最后再看一组。这个词做动词叫鄙视，定义可别是 down 向下，向下看它，鄙视瞧不起，非常好记。再来呗 ，despise， 鄙视。这个词我们在前面第九课王室间谍活动讲过，谍报活动、间谍活动不可数名词。它跟看有关系啊，偷偷往外看一看，这里边是不是藏着什么东西啊？哎，字母 E 可以表示向外看，间谍活动，大声了没 ？Espionage。好，最后这个形容词叫醒目的、引人注意的。为什么 SPIC 是看 ？C 因为是一起引起大家一块儿去看的，是不是引人注目的、醒目的在里面 ？Conspicuous， 醒目的、引人注目的。好，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重点词，希望大家仔细复习，把它记住。这个词我们看到这儿。好，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多义词。我们先大声读起来 ，literally， 两个意思。本文中表示多达、长达或足足有，一般跟数量词搭配，强调数量非常大。第二个意思呢，它更常见，表示逐字的或字面的，尤其在翻译一个文章的时候，逐字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或字面的。叫 literally， 两个意思，生活中都很常见。先看第一个本文中的多达长达，咱看英文解释什么意思呢？ Used to emphasize that something, especially a large number, is actually true。 他说这个东西被用来强调啊，某个东西尤其一个巨大数量的东西呢，的的确确真的是这样的，足足有这么多呀，这有这么多呀，这个 literally 是这个含义。咱们可以把它看作加强语气，多达长达足足有这么多，而且跟数量词搭配最常见啊，比如说 ，The Olympic Games were watched by literally billions of people. Olympic Games， 奥林匹克运动会了，那么什么足足有数十亿人在观看呢？数十亿人，这个 billions of people 前面这个 literally 就足足有，真的，这不是夸张，真的是这样的，说明这个数字确实是真的，强调它大。再比如说 ，Now there are literally thousands of companies using our software.现在我说呀，多达数以千计的公司啊，都在使用我们公司的这个软件了。这真是数以千计，不是夸张啊，足足有，真的是这么多。来，这是表示多达、长达、足足有。那么第二个意思呢，表示是字面的或逐字的，尤其在翻译的时候。咱们看什么意思？他说 ，If a word or expression is translated literally, its most simple or basic meaning is translated。如果一个单词或一种表达用 literally 的形式来翻译，什么意思呢？它的最简单的或最基本的意思被翻译出来了，就是从字面的意思最基本的含义被翻译出来，就逐字的或者字面的。那我们也看一下例子。The word planet literally means wandering body。 我们说行星这个词 planet， 它字面的含义呢，本来表示游游荡荡的物体，这叫行星，就字面的含义。它就抽象意思叫行星的字面意思是游游荡荡的物体。那再比如说 ，idioms usually cannot be translated literally into another language。idiom 就习语了，习语一般不能逐字的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因为习语呢，它必须得入乡随俗，这个另一种语言的人才能听懂。比如说，他有一个叫蹬腿的死了，就 kick
the bucket, kick the bucket， 字面意思踢水桶，你就不能把它翻译成中文翻译成踢水桶，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就蹬了腿了，死了，翘辫子了，叫 kick the bucket， 所以它不能逐字翻译。字面的逐字的有这个意思。它的形容词呢，也是两个，它的形容词呢，就是把后面那个 ly 去掉就好了。常见的意思就是逐字的或字面的，表示 the literal meaning of a word or expression is its basic or original meaning。一个单词或一个表达的 literary 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它最基本的或最原始的这个意思，表示逐字的或字面的什么什么这个含义。我们看例子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elevision is seeing from a distance。这个电视机 television 字面的最基本的意思是从远方在看，因为它里边有字根嘛。vision 本身表示看视觉 ，tele 就是远的意思，从远方来看，这字面的意思。还有我们说这个叫这个意思，这个直译，就是从字面翻译，就是直弯和直那个直啊。我们读一下 literal transl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这叫直译，这往往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有些生硬，就一个字一个字按照最基本的意思逐字的翻译。它的相反的表达叫 liberal translation， 叫做意译。第一个是意思那个意啊，含义的意。第二个是翻译的意，就是在含义上翻译过来，它没有按字面翻译，这个往往翻译成另外一语言更通顺。我们再读一下 liberal translation， liberal 不是按字面的，比较自由了，对吧？这是 literal 这个用法。这个词啊，我们也看到它也有字根，就是这个 l-i-t-e-r， 这个字根表示什么呢？表示 letter， 就表示字母，表示字母单词的字母。这 letter 我们看都跟字母相关嘛，你看这几个常见的，刚才的 literal逐字的字面的跟字母相关，对吧 ？Literally， 逐字的字面的或足足有，也是由这个逐字的字面的这意思来的，跟单词相关。啊 ，literary 是文学的 ，literature 就文学嘛，这当然跟字相关了，跟那个字母相关。我们再读一下这个文学的 literary， 再读名词文学 literature， 你看都跟字母相关。还有呢，我们未来会看到 literate。这个词做名词叫识文断字的人，认字的人，做形容词叫识字的，识文断字的。我们再读一下 literate， 好，有读写能力识字，这个名词叫做 literacy， 识文断字，读字能识字，这个状态名词。那么 illiterate 前面叫 il 否定字头，表示文盲的，或者做名词就是指这个文盲了，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形容词就文盲的，不识字的。Illiterate， 再读一下文盲这个词 ，illiteracy， 好，这个词我们跟老师看到这儿，记住它的两个含义，包括它的重要词根。好，一定希望大家好好复习这个单词，看到这儿。下面一个单词，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合理的、可信的、可能是正确的这个形容词，用的特别多啊，常见词了，大声读起来 ，plausible。同样的，这英国人呢发出 all plausible， 美国人就 all 确实费劲，这 all 变成叹气，pla 确实美音这嘴更舒服一点。再来没 plausible， 合理的、可信的、可能正确的，什么意思呢？英文解释 reasonable and likely to be true， 哎，有道理的，而且很可能是真的，这叫 plausible。生活中用的这个场合特别多，做定语、做表语也都没有限制，都可以。比如看一个做定语的例子 ，a plausible explanation， 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对吧 ？a plausible excuse， 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理由，可以这么说。好，那么同样的做表语也行 ，his story certainly sounds plausible， 他的这个故事确实听起来好像是真的，确实像是真的，合情合理的，这是做定语做表语都可以。它的名词形式就是合理或可信，这个注意。加个字母 u 表示 uncountable 不可数名词，这方面比较用在庄重的书面语里边。那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lausibility， 合理或者可信。你看，我们看这个例子啊 ，this new evidence lends plausibility to the theory that she was murdered。这个新的证据呢，使这个理论呢更加合理了。什么理论呢？就是她被谋杀这个理论更加合理了，就给她来了一些合理性 ，lend a to b。把 A 给予 B， 这个 land 表示给予，是一个比较庄严的书面，它表示借钱，这个含义比较通俗。那
就这个新的证据呢，给予了这个理论更多的合理性。合理性，注意和这个可信不可数名词。它的plausible 的类似的同义词有好多，合情合理的可能是正确的、可信的，好多词可以跟它替换。写作中这些词一般来说问题不大，都可以替换。我们大声的一下 ，reasonable， 大家一定很熟悉，对吧？还有可信的 believable， 还有它同义词 credible， 也是可信的，对吧？还有说服力的 convincing。注意，字母 V 是上牙触下唇发 v v 这个声音，再来一遍 ，convincing， 可信的。还有后面这个有说服力的，这两个词是同义词。有说服力的不是令大家能相信的吗？令我们能说服我们的，令我们觉得是真的。再读一下有说服力的 persuasive， 还有它的同义词，语义更重一些，非常有说服力的，非常合理的 cogent， 哎，很有说服力的，可以用它。它的反义词呢，就是难以置信的，不太可能是真的。在前面加 I am， 我们知道字母 B 和字母 P 前面必须加 M， 不能加 N。难以置信的，我们大声来读一遍 ，implausible。同样的，看一些例子，做定语、做表语都行。做定语的例子 ，a highly implausible claim， 一个非常不可能是真的的一个这么一个断言，或 a highly implausible idea， 一个极其不可能是真的一个想法，或者是 a highly implausible theory。一个非常不大可能的一个理论，恐怕不可能是对的，是真的，对吧？这是做定语，做表语也行。Her explanation is not implausible， 这女人的解释啊，并不是不可能的，并不是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她的解释有一定道理。这是 implausible， 它的反义词，难以置信的，不大可能是真的。那么我们看看她的在写作中的替换，就令人觉得难以置信的、不大可能的、不大可能发生的好多词，这个词更多了。我们先把一些简单的看一看，大声来念 ：unbelievable、incredible， 还有后面那个 unconvincing， 就是把前面加 even 或者 in 嘛，加上否定词头就行了嘛。究竟 even 还是 in 没办法，就看一个记一个就行了，它没规律。再看后面这个不大可能是真的 ，improbable， 这三册第36课讲过啊，还有这个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难以想象的 inconceivable， 也是不大可能发生的。还有后面这个不太可能的，大家太熟悉了 ，unlikely， 还有这个词叫荒谬的，大声来念 ，preposterous， 荒谬、荒唐、不可信嘛，对吧？还可以用这个词摇摇晃晃的 ，shaky，his shaky evidence， 他那些摇摇晃晃的证据就令人根本靠不住吧，一推就倒了，那可以用它。还有一个词用跛脚的这个词，大声里面 lame， 跛脚瘸腿的呗，说服力差 lame evidence， 还是表示那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个不大可能，说服力很差的这么一个证据，可以用它。好，这是我们看到 plausible 相关的一些词汇，包括它的词性变化、它的反义词以及相关替换，跟老师就看到这儿。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重点词，叫假说或者是假设。注意 ，th 出现一定有上牙触下唇发这个动作，大声里面 ，hypothesis。注意 ，hypothesis 吐舌头，在里面 ，hypothesis， 假说或者是假设。可数名词什么意思呢 ？An idea that attempts to explain something but has not yet been tested or proved to be correct。就这么一个想法或一个观念，他试图要解释某个东西，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被测试或者没有被证明是正确的，就假说或假设，对不对？咱们不知道，他试图解释某个现象的或某个行为的一个假说，加 hypothesis。咱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to formulate a hypothesis， 提出了一个假说 ；formulate 就详细一条一条的制定好写下来，提出了一个假说，或者这个形成一个假说，对吧？To confirm a hypothesis， 就证实了一个假说，通过试验数据证实这个假说。关于什么什么的假设或假说，咱们顺便连后面介词搭配都记住了，叫做 a hypothesis about the function of dreams， 关于梦的这个作用啊，这么一种假说，就是尚未被证实的说法。对于什么的假说假设，后面介词叫 about， 关于吗？这个好记。另外注意它的复数形式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se hypotheses， 大家注意，它的复数很特殊，这来自拉丁文。这个 s i s 这块的 s e s，
这个在前面咱们说过，这个特殊的变化。那注意后面发音，有 says 变成 sees， 那 says 变成 sees， 发成 e 后面发 z， 本来是 hypothesis， s 变成 z， 大声里面 hypothesis， hypothesis， 就是把 s i s 换成 s e s 就好了。那么我们再看看，多看几个，像大家还记得吗？地轴，这是基础，这是绿洲 oasis， 这是危机 crisis， 这是 analysis 分析，这 synopsis。表示大纲或者梗概概要啊，还有像我们这个 diagnosis 表示这个诊断，甚至用这个 parenthesis 括号，都是 sis 变成 ses。 我们分别读一下，我说中文啊，咱们把它读起来。第一个，地轴，就地球中间那个轴了，虚拟的轴啊， axis 读复数 axes。 好，基础读单数 basis， 复数 bases。 好，绿洲就是沙漠中的绿洲，那绿洲了，读单数 oasis， 复数 oasis。 危机单数 crisis， 复数 crises。 好，分析单数 analysis， 复数 analyses。 好，这个大纲或者梗概概要 synopsis， 复数 synopses。 诊断单数 diagnosis， 复数 diagnoses。好，括号 parenthesis， 复数 parentheses 就好了。这个词有强烈的规律性啊，这个单复数变化把它记住就好了。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儿。好，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一看后边这个精神病医生或精神病的专家都行。大声来念 psychiatrist， 注意 p is silent， 那 p 不发音，不要读 psychiatrist， 那个 p 不发音啊，再来念 psychiatrist。精神病医生或精神病专家，看什么意思。 Psychiatrist means a doctor who studies and treats mental illnesses， 这么一个医生，他们研究并且治疗精神上的疾病，所以精神病医生或精神病学的学家可以用它。这个我们也看一看它的词形的变化，精神病学或精神病的治疗叫，我们大声读起来 psychiatry， 就是 study and treatmentof mental illnesses， mental illness， 对于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治疗，精神病学或精神病治疗。那它的形容词用的更多，就精神病学的或治疗精神病的，大声来念 psychiatric， 注意重音后移了 psychiatric， 表示 relating to the study and treatment of mental illness， 就是与精神病研究或精神病的治疗相关的，精神病学的治疗精神病的，用这个。这个形容词其实生活中用法更多，咱们看一些例子。A psychiatric clinic， 一个精神病诊所，专门治疗精神病的。Clinic 表示诊所，对吧？再比如说 psychiatric treatment， 精神病的治疗。同样的 ，Charles was suffering from a psychiatric disorder。这个查尔斯呢，现在他有精神病。患有精神病 ，suffer from 就有某个倒霉事，患有精神病，精神病就 psychiatric disorder 就疾病了，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在我们四册里面还有，咱们25课里面149页第20行到第22行，149页第20到22行，25课这个噪音这个数也会出现。你看他说 ，This result merely confirms earlier American and British studies. If there is any effect of noise upon the mental health.It must be so small that present methods of psychiatric diagnosis cannot find it. 但是这个结果仅仅是证实了早期的这个美国和英国方面的研究。研究是什么呢？如果真的有噪音对于这个精神健康方面的大脑健康方面的影响的话，对什么的影响叫effect of something on somebody 或 on upon 这个搭配咱们讲过。那么呢，这肯定是如此之小 ，that 结果状语从以至于呢，以至于怎么样呢？目前的这个关于精神病诊断方面的这个方法呀，还不能够发现它。精神病的诊断就 psychiatric diagnosis， 这在未来25课还会碰到。大家看到这拼写有规律，里面还都有一个这么一个字母组合 p s y c h， 有没有后面的 o 呢？都行，这表示 soul 就人的心理啊、心智、灵魂，跟这个心理、心智、灵魂相关。咱们看几个例子，像刚才的精神病学 psychiatry， 精神病治疗的精神病的 psychiatric， 还有精神病医生 psychiatrist，
这跟精神、心理、灵魂相关。那再比如说，我们说 psychology 是表示心理学，都知道。那么心理学的 psychological， 对，还有心理学家或心理学生 psychologist。那这组我们读一下心理学 psychology， 心理学的 psychological， 心理学医生或心理学家 psychologist。这跟精神心理相关的。还有呢，你看我们的这个精神分析，这是名词，它的动词就 psychoanalyze， 这是名词和动词。先读一下名词 psychoanalysis， 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精神分析。然后读一下动词 psychoanalyze， 哎，就是后面加动词的分析嘛，就精神分析，是名词和动词形式。所以这个词呢也是有字根的，这个词根老师我们就看到这儿。好，我们下面看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重点词，就是加标点或者不时的打断或者穿插。大声读一下 ，punctuate。注意这个 k 失去爆破了，本来 k 是个爆破音，爆破音后面出现其他辅音，前面爆破音只做动作 pung， 舌根拱上去憋一下，再发这个 tuate。再来一遍 ，punctuate。好，第一次表示给文章加标点，表示这个意思，及物不及物都行。不及物本身就是加标点了，比如说 The children have not yet learned to punctuate correctly， 这些孩子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的加标点呢。这个 punctuate 是不及物动词用法。再看看及物动词 The transcription of his speech must be punctuated。 Transcription 是抄写稿，就抄了一遍，对，他的演说词的这个抄写稿啊，必须得这个加上标点，被加上标点，给文章加标点，是及物动词。但是它表示不时的打断或穿插，这个含义更加重要。因为加标点不是在这停一下吗？那停一下，加个逗号，加个句号，对。不时的打断或穿插，一般用被动，这一定是及物动词了，叫 be punctuated by 或者 with， 或者不时的穿插，有不时的被什么什么所打断。那看一些简单例子 ：Her speech was punctuated by bursts of applause。这个女人她的讲话被一阵一阵的掌声所打断。非常精彩，大家止不住在鼓掌，穿插有掌声。The silence was occasionally punctuated by laughter， 就这个宁静啊，到偶尔会穿插一些笑声，就大家好像没有什么、这个动静都不说话，但冷不丁的、偶尔会穿插一些笑声，可以这么说。还有在本文中，你看在110页的第14行，在本文的19课啊， 110页第14行，他说 He showed thatThe average individual's sleep cycle is punctuated with peculiar bursts of eye movements. 就他表明，其实就他的研究表明了什么呢？就是普通人 average individual 普通人的睡眠的周期啊，往往穿插有呢非常奇怪的一阵一阵的眼球的运动。就睡着的时候，中间眼珠会过一会儿转一下，过一会儿动一下，哎，穿插有 be punctuated with 或者是 by 都可以，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里边也有字根。今天这单词都有字根，就是 PUNCT， 这个表示 to prick 扎破的意思，有个针尖嘣把它扎破了，表示这个意思。你像 punctuate 加标点，这儿嘣扎个小点，那儿嘣加个小点，是不是加逗号跟句号，对吧？那它的名词标点或者是加标点这个动作都行啊，表示标点本身或者加标点这个行为都可以。我们读一下 punctuation， 这是加标点吗？叫点吗？对。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准时的正点到达，正好针尖扎那个点儿，刚好在那点上到了。我们再读一下 ，punctual， 准时的或者是守时的，对，它的名词形容就守时或者准时。大声来一遍 ，punctuality， 也是这个拼写。那还有呢，我们说这个扎破了什么，尤其车胎破了被扎了，用这么一个词。大声来一遍 ，puncture， 这个及物不及物都行。The tire punctured， 这个轮胎呢被扎了，或者说 the tire was punctured 都行，及物不及物都行啊。还有后面是我们中国的国粹，叫针灸，也用针把它扎一扎治病，对，大声来一遍 acupuncture， 你看确实 PUCT 确实跟扎相关啊。好，这是19课重点的生词短语，希望大家仔细复习，牢牢掌握生词短语。我们先看到这儿。